帅啊！我要的不是明星球员。我要的是一个 team。来了，同学们。击出球的那一刻，会有两个声响。Let's go， 双响 power。一个是热血，一个是梦想。球队突然觉得自己超级颓废，因为自己什么都学不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林立佩、王正杰，等一下一场，林忠诚、刘义贤、柯之什么啊、吕君伟、吴宗伟、黄鹏伟，哦，三位，来，曾义轩、蒋孟轩、陈伟杰、黄博翰、张俊生、张博翰、苏文宏、严辅翰，守备位置曾义轩是一，谢谢。Thank you.
今之间风轻。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透过未来电视网的现场直播，一起欣赏到第六届中信杯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在今天10月22号天母的棒球场，还是分区的预赛，要看到的是这个南部的预赛是由台南海事来对上大荣中学。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部分呢，是邀请到了鲨鱼郑兴生郑教练，还有我林东伟，以及未来全体的工作同仁们一同来为大家服务。教练你好，主播好，大家好。好的，当然在赛前呢、依然还是有这个球员的介绍哦，还有开球的仪式。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喽。却像黑豹，等待时机来到。在今天，直到那一天，那一刻，起跑。这场比赛是第一组编号第28场比赛，将由大荣中学对上台南海事。首先为您介绍先攻台南市台南海事商。台南海事先发守备阵容，总教练吴宗哲先生。第一棒左外手背号14号林立佩。第二棒游击手背号5号王正杰。第三棒中外野手背号8号冉晨林。第四棒一垒手背号10号林从成。第五棒指定打击背号11号刘义贤。第六棒捕手背号2号柯之源。第七棒二垒手背号4号吕俊毅。第八棒右外野手背号16号吴从伟。第九棒三垒手背号7号黄鹏伟，先发投手背号18号郭正轩，以及所有球员。接下来为您介绍先手高雄市大荣中学队教练以及先发球员，总教练王伟国先生。第一棒游击手背号1号曾玉轩。第二棒一垒手背号7号蒋梦轩。第三棒先发投手背号10号陈伟杰。第四棒三垒手背号11号洪良佑。第五棒捕手背号2号黄博翰。第六棒左外手背号15号张俊生。第七棒二垒手背号17号张博翰。第八棒中外手背号12号苏文宏。第九棒右外手背号16号孙伟阳，以及所有球员。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执法裁判，主审徐公达先生。一垒审蔡庆玉先生。三垒审林新峰先生。今天开始踏上青春的步伐，请观众朋友起立以及脱帽，我们将要播放两队的校歌。首先为您播放台南海事校歌。
下来播放大荣中学校歌。坐下，请覆帽。今天这一场的比赛哦，在天母棒球场，10月22号，第一场的比赛呢是由台南海士来对上大荣中学哦。今天在这个天母这边的天气有相当的晴朗，而且太阳已经出来了，全场的气温是还蛮炎热的。那两队呢在赛前交换攻守名单之后呢，双方就要这握手。先礼后兵来进行这一场的比赛。台南海士呢是这个木棒组的球队，而大荣中学呢是在这个前两年来参加黑豹旗，这是在2016年的时候是他们第一届的比赛。那也在当时的高一呢也来到了高三。那看看今天这一场的比赛，大荣中学是一支社团性质的球队。先来看到台南海士今天的先发打击阵线，第一棒是林立佩，第二棒是王正杰，第三棒呢是冉成林，第四棒是李宗成，第五棒呢是指定打击刘义贤，第六棒呢是柯之源，第七棒是吕君毅，第八棒是吴宗伟，第九棒呢则是黄鹏伟。在大荣中学这边，今天派出来的先发投手是队长陈伟杰，搭配的捕手是黄博翰，一垒手是蒋孟轩，二垒手是詹博翰，三垒手是洪良佑，游击手是曾玉璇，三名外野手分别是张俊神、苏文宏以及严辅汉。今天的先发投手陈伟杰，从高一开始有参加这个黑豹旗，然后今年来到了高三，174公分，70公斤，17岁。那这高一到高三的黑豹旗经验，这也是相当的丰富。不过这大荣中学有在前年跟去年的比赛哦，都是比较可惜的，而且抽签都是这比较不幸运哦。在2016年哦，第一站是对上的屏东高中。那在去年呢，第一站是对上的高院商工哦，所以就在今年又对上了一个木棒组的球队哦，这还蛮难打的。是，基本上对他们来讲是绝对是好事哦。那么大荣中学他也是比一般的社团组的成绩再高一点，对，也就是平常还是有认真在训练的哦，也是朝着这个自己的棒球梦。也有可能他们高中毕业之后也有可能有更好的再往棒球上来发展。没错。那另外看到台南海士这边哦，在去年哦是达到了他们最好的成绩，来到了32强，不过当时是对日对上了美和高中，最后呢是没有得分，那是0-3输球。那台南海士这一支球队的话，他们每天也都是受到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训练哈，是按照科班的一个球队呢来运作，再加上他们的教练团其实是很坚强哦。这除了总教练吴哲宗，另外就是林百亨，那么过去在职棒场上都是名将。当中值得一提的就是林百亨教练哦，在前年的时候进入到了台南海士，那这台南海士的队长林忠诚哦，他也是从高一的时候给他带到高三哦。那他自己在赛前也说了，就是从国中升上来到台南海士哦，国中的训练量可能一个礼拜的训练量，来到台南海士是一天就要训练完了。
哦，这个训练量的差别当然是以科班性质而言是非常大的。一开赛就先投了四个坏球。对，我们看先发投手陈伟杰哈，似乎好像是还在紧张的状态当中哦，所以我是认为是参加黑豹旗哦，就是快乐的打球，尽全力，尤其是在这个社团组的这样层级的球队。对。也不要因为碰到这个科班的球队呢有所紧张啊。哦，这个牵制的动作感觉相当不错哦，而且是相当的接近哦，差一点有机会抓到。对，一局的上半打交轮到第二棒的王振杰，哇，这个球还是投的比较偏，而且捕手落到把球落到更旁边了一点。啊，这似乎投捕之间有一些默契上的一些失误啊，极有可能是这个投手暗号看错了。哇，这个捕手的手套是翻过来接哈。好球投了进来，这个球呢虽然偏高啊，但是有经过这个上下方的好球带，有经过本垒板。王振杰的打击，现在球速形成了一好球一坏球，这球投的比较偏，捕手要赶快去接球，二垒上的跑者已经来到三垒这边了。目前的状况，陈伟杰的投球似乎是坏球率是偏高啊。那么目前他必须要做的就是要尽量能够投好球。对。那在大荣中学这边哦，除了今天的捕手黄博翰哦是二年级的学生以外，另外其他的选手都是三年级的。从这个高一一路一起打黑豹旗打到高三，这个球打在中间方向是落地形成安打了，那三垒上的跑者就轻松回来得分。同样是好球带的一个位置哦，都比较偏高，当然对王振杰来说这个球是掌握的就比较容易一点。在胸口的位置，把握到了得点圈的打击机会哦，王振杰是敲出安打，并且带有打点，在王一磊来牵制。哇，这个球捕手并没有接好，球落到后面去。我们看到捕手黄博翰好几个都没有掌握好啊。并非是投手投的是很偏哦。对，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加油了。而且这个球捕手又比较慢去处理啊。那一垒上的跑者王振杰又来到三垒。我看到球没有传回去，马上又往三垒来闯。这一般科班的选手啊，就是任何状况、任何细节的部分，他们必须要做到、包括捕手没有掌握好的球，你整个从一垒到推进到二垒的这个过程当中，眼睛都不能离开球。对，只要一个时间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就是继续的来往前推进。哇，还是接不到球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捕手的问题，而不是投手的问题。对。这个球其实有投进来了。对。哦，这个时候踩了垒之后，哦，必须要看状况。有机会推进。这个就是平常在训练当中呢，教练常常要求的一个环节。对。这棒敲出去，在中间方向的一个飞球，中外野手，哎呦，把它跳起来，还是惊险的把这个飞球给接进手套。有时候啊，就是过于紧张了。那么对于科班的球队的这些球员来说的话，
第一个就遇到这种球场，其实很开心。对，那么开心当中呢，也会紧张，所以对于这个空间感呢，有时候呢，可以说是掌握不住。尤其是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到这种大的场地来练球、哦、对，那基本上能够到这个球场，第一个一定是很开心。嗯。打击是要轮到第四棒的队长林宗成。那今年大荣高中哦，只报了十三位的选手，哇！嗯，哇，这个是不是要考虑捕手的问题呢？哦，甚至于连简单的球呢都没有办法掌握好。今年大荣中学只报名了十三位选手，那正中的这个捕手黄博翰还是二年级的学生。当然，另外还有正中的背号六号的严辅翰，是哦，可以来担任捕手之外，就这两任捕手。另外一点呢，这个大荣中学的先发投手陈伟杰呢，嗯哼，其实他的球的尾劲是不错的，对。哦，所以这一点呢，捕手真的是，整个掌握度都比较不理想。嗯，而且他的球呢是有一点往上窜。嗯。所以你看，捕手每一个球几乎都接不好。所以其实先发投手陈伟杰的这个投球的素质其实还不错。对，他整个球质是不错的。嗯，接球投的比较偏，嗯，确实陈伟杰的投球呢，受到捕手的这个影响还是一定有的啊。嗯。打击是要轮到今天打 DH 的刘义贤，180公分，90公斤，这个球哦，烧进好球带了。一垒跑者往二垒这边来推进，嗯，球呢稍微有一点变化，捕手就接不住。嗯。那这样子以技术层面来看的话，捕手要怎么接这种有一点点变化的球？这个其实是平常练习所累积出来的。嗯，那再加上比赛。这个心情又不同，对，再加上对方又有打者，对，那不是说平常就是两个人对头这样子，嗯哼嗯哼，所以你在这个平常的练习，一定是要有相当相当的熟练，甚至于，跟投手的这个熟悉度，要配合的相当的好。一开赛呢，我们看大荣中学的捕手就出了一些。哦，这个球打在了右半边方向的平飞安打落地，这个球要赶快回传过来哦，有机会要往本垒闯了，哇，球还是没有传。嗯，这一分又再度回来了。我们看到三垒的指导教练呢，总教练这个吴泽中，基本上对这次安打啊，他对跑者的一个指挥是保守的。对，是，当然中间在转接的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疏忽落了一下哈，才让这个跑者继续的回来本垒得分。嗯，而且这个判断完全是跑者的自己判断啊。这个球敲在了左半边，左外野手，哇，这个球欧巴了。球越过了这头的上空之后落到后面去，这球我赶快跑进来，打者上到二垒。第六棒的柯之源来了一支二垒安打。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台南海事他整个打线的攻击是表现得相当的理想啊。第一棒跟第四棒他是选到四坏球，其他的都有阿达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哇，这个球还是没有办法接到，那三垒上的跑者又要回来。不，这个时候必须考虑，就是在场上守备的球员啊，是不是啊，谁比较有能力来接补，对，担任捕手的工作。这个对先发投手陈伟杰来说是蛮伤的。嗯，不仅对投手伤，对球队也很伤啊。嗯，现在这个台南海狮这边敲出了三支的安打，但是已经失掉了四分了。这四分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捕手，因为捕手的漏球比较可惜。这棒刚刚好越过了二垒手的上空，这又是一支安打了，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到目前为止呢，台南海狮的这个攻击的掌握度是非常的理想。嗯，这个球是往内窜哦，虽然有一点挤压到，但是往右边方向形成一个巧妙的一个落点安打。跑者走了。现在是这个台南海狮这边一直往伤口上撒盐呢。嗯。其实像大荣中学其他的守备的球员哦，其实，他有一定的一个技术层面的水准，对，哦，啊，包括这个牵制的配合，其实也做得相当的到位哦，这个启动点也相当的好。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捕手的问题了。再度走到了三垒这边，但是船已经慢了。嗯。第七棒的吕君毅，两次的盗垒又来到三垒这边，打者是第八棒的吴宗伟。这棒敲出去，中间方向的一个飞球，中外野手的判断，哇！结果跑得太前面了，让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啊，好可惜哈！嗯，原本可以抓到第二个出局数。对。我们看到苏文宏呢，在第一时间呢，他并没有去判断球的这个落点，他只知道这个方向从中线过来哦，对，是第一时间是往前，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嗯，拉回来三垒这边反手接到，哦呦，想要来抓。二垒的跑者现在 take 出局，不过，哦，有抓到哦。哇，这个处理球啊，我们看到这个洪良佑，哇，这算是一个水准之上的哈。嗯，当然，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第一个一定要抓出局数，但是他已经在他的余光有稍微瞄到这个跑者哈，这个离垒过大。对。哇，这个时候去形成一个假杀，而且他的假动作也做得非常好。没错。我其实手背上面确实都具有水准，而且刚才的这个球，这三垒手洪良佑还是用反手来接，这球再传到二垒也来不及。打击轮回到第一棒的林立佩，说投捕要加油了。嗯嗯，已经两人出局，但在旁边哦，还有这捕手在准备啊，应该是背号六号的严辅汉，往二垒来做牵制。
挥棒落空，九十五形成了一好两坏。这个时候陈伟杰呢还是要专心来面对打者。哦，这个球再度挥棒落空。 哦， 哦，找到打者的一个罩门。哦，对，外角低角度的球。哦，连挥两个。而且这个进垒的这个轨迹，哦，有点是声卡。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陈伟杰的投球当然还是具有一定的水准呐。啊，这一球，嗯，哦，不过先不管这个垒上跑者啊，哦，嗯，先把这个球投进去了。对，现在两人出局，而跑者来到三垒这边，两好三坏的满球数，来看看能不能在这个打席要给结束掉。哇，太开了。嗯，整个投球的内容好不容易都面对到第一棒林立林，投的还不错。嗯，不过很可惜哦，在满球数之后，这个球还是没能够投进去。现在变成一三垒上面有跑者，打交轮到第二棒的王振杰。决定不传了。嗯，这个时候要看陈伟杰的手感哦。我们看到在面对右打者，在内侧这个位置的球是投得相当的理想。嗯，这帮投手正面，哇，挡了一下，让三垒手来处理，赶快，哎呦，不传了。啊，形成一支内野安打。嗯，这样子台南海狮这边就再添一分。接球投手有机会来处理，哎呦，一个弹跳，哦，弹偏了。哇，接不到的状况还是持续，哦，而且夜上的跑者也来到三垒。我这个时候应该先做一个暂停，哦，去鼓励一下选手了。嗯，哦，因为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因为捕手持续的在这样子没有掌握好，其实对其他的守备球员是，真的是有一些影响。对，哦，这棒敲出去在中间方向左外野手，哇，横移过来也没有办法接到，这个球又落到后面去了一点，这样跑者回来得分。我们看到这个台南海狮的所有的打者在攻击的时候是确确实实在攻击，有没有看到任何一位选手就是看到陈伟杰的球比较软弱而做一个挥大棒这样的一个挥击哈。所以到目前为止哦，这个角色还是这个做得很好，不管是跑者也好，或者是打者，包括选球。刚才是敲出二垒安打的第三棒冉成林，打击则是轮到了队长林宗成。一局的上半呢，这队长陈伟杰就投得比较辛苦。嗯，已经用了40颗球了，所以最大的一个症结点还是捕手每一个球呢都掌握性不是很理想。嗯，强拉过来，我，哦，又在线边传出去的卡波比安打，现在才处理球过来哦。打者要上到二垒，带有一分的打点，连续两棒都是长打二垒安打。这个时候的台南海狮谁都不愿意哦，就是造成第三个出局数的打者。嗯，对，所以大家打的都非常的仔细用心。
虽然看起来感觉像是往大荣中学的伤口上撒盐啊，但是这也是这个打球的态度啦。没错。嗯，基本上他这个位置的球是投得蛮理想的。嗯，打击是轮到第五棒的刘义贤，球速绝对领先。咱们看陈伟杰的投球，其实他的球质是不错的，内容也都不错，包括变化球了、速球，就是比较可惜，捕手没有办法做到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哈。他最大的问题还是接捕的问题。这可能回去可以找一台发球机在前面接吧，这样会不会太快？当然速度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发球机的球基本上它的球是完全是不变的，太过于这个直线了。是。哦，这一棒敲出去飞球，要来看一下游击手还是？哎呦，这个球接近手套，哇！游击手曾玉轩，哦，一个精彩的手背哦，也形成了这个台南海狮的第三个出局数哦。不过在一局的上半，台南海狮就攻下了十分了。非常感动，一局的下半来看到大荣中学的先发打击阵线，第一棒是游击手曾玉轩，第二棒是蒋梦轩，第三棒是队长陈伟杰，第四棒是这个洪良佑，第五棒呢是黄博翰，第六棒是张俊生，第七棒是詹博翰，第八棒是苏文宏，第九棒呢则是严辅翰。在台南海狮这边哦，先发的投手郭振轩，搭配的捕手是柯之源，一垒手是林从成，二垒手是吕君毅，三垒手是黄鹏伟，游击手是王正杰，三名外野手分别是林立佩、冉成林以及吴从伟。在一局的上半哦，这个台南海狮这边就攻下了十分的大局。不过最后一个出局数，发生在游击手这个曾玉轩这边，一个精彩的背向接球，终于抓到了第三个出局数。台南海狮的郭振轩，183公分，76公斤。哦，他是一位体型相当不错的一位投手。嗯，哦，这球擦棒出去。偏高的球，结果还是去做挥击哦。第一棒的曾玉轩是遭到了三振。我们看到郭振轩的投球啊，
全部都是用速球来面对打者。哦，不过连投两个比较偏高的球啊。打击是轮到第二棒的蒋孟轩。哦，哦，还跟得到球哦，哦，是形成了擦棒界外。嗯，目前郭振轩的投球策略哦，就是把这个节奏加快，嗯，而且都往好球的位置投。对。回棒落空，速球也来到124公里左右。嗯啊，我相信这个速度不是他最快的速度，他现在求的就是把节奏加快，然后呢，就是投好球，来面对打者。哦，这一球打出去一个飞球，来看一下左外野手有没有机会追到。我在界外区，把蔡孟轩哦给截杀出局。嗯，虽然是界外球，对左外野来说，这个位置都是他在他的这个守备范围区啊。啊，虽然是稍稍受到这个阳光的影响，但是还是没有影响他最后能够这个跑到位接住这个球。在大荣中学的打击，现在要轮到第三棒的队长陈伟杰。台南海狮在黑豹起哦，最佳的成绩是来到了32强。那刚才下去询问队长的时候，这林从成他是说今年的希望是来到16强的比赛哦。不过第三棒的陈伟杰是遭到了3振呢，第三颗球并没有挥棒，也形成了3人出局。今天台南海狮来对上大荣中学的比赛，现在要来到二局的上半。台南海狮呢，在一局的上半就先攻下了10分哦，也因为这个捕手的问题，所以现在大荣中学这边哦也更换这第二任的捕手，背号6号的严辅翰哦来上场接球。那严辅翰呢是高三的学生了，所以来看看跟这个队长陈伟杰的搭配。哦，能不能就相较于第一局上半哦，有没有比较稳一些？嗯，不过先发的黄博翰也不要灰心啊。对。哦，借此的一个机会呢。哦，结果是中间方向的安打，一上来就先抓第一颗球哦，就出棒。嗯，台南海狮到现在还并没有松懈哈，虽然在第一局的时候呢，已经取得了10分，哦，棒棒，还是打得非常的用心。柯志远呢？一垒的跑者走了，这球决定要往二垒这边传，一个弹跳，两个弹跳。嗯，先不考虑说抓得到打者，嗯哼，与否哈，但是捕手目前
哦，就是要把投手的球掌握好。对。那说到捕手的话，这个大荣中学这边也有这不错的故事啊，就是在黑豹旗他们2016年参加第一届的时候，因为大荣中学的装备是比较不符合规定的，是用以前的这种面罩哦。那当时呢对上屏东高中哦，当时就两个捕手呢一起共用同一个面罩，那这个面罩呢是由这个屏东高中这边来提供。那当时的现任的总教练王伟国教练是看到了当时的这个新闻之后，然后才觉得说我要来带这支球队所以才到了这个大荣中学这边来带领。是因为看到这一则新闻之后，这个发自内心的想要来帮助这些孩子们。是，这样的一个举动是令人感佩继续的来推进。对，已经推进到三垒了。刚才第七棒的吕俊毅是敲出安打。这球再敲出去三游间还是出现安打了，并且再带有一分的打点。看来很是呢，连续三棒在这个半局呢，每一支的安打都是打得非常确实。在第二轮的打击就已经抓到这个投手陈伟杰的投球的感觉了。对，不过这个牵制的动作应该练得还蛮久的。是，不过基本上陈伟杰他的一个投球，包括他的一个手背，包括牵制，其实他均分是不错的每一个环节都算是做得蛮到位的。对。那我们看一垒的跑者是不是再度的来启动？启动了，然后这个球打出去，在二垒手的正面，只能往一垒这边来传。哎呀，这球又传偏了。那现在一垒手接到球虽然没有造成失分，不过这个出局数应该可以稳稳的抓住的。不过比较可惜我们看到。二垒手张伯翰呢，其实他是有机会传二垒抓这个出局数，因为他在第一时间所考虑到的就是要抓出局数往一垒传，因为这个是一个打跑的战术一垒上的跑者他是先起跑的情况，所以他已经不考虑来抓二垒的这个跑者了。所以现在又形成了 O-safe 的局面，还没有人出局。大家轮回到第一棒的林立佩，今天连选了两次四外球保送。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大荣中学的内野防区就是以抓出局数为主并没有所谓的这个区前。因为分数已经拉开了一个一个抓。这球打在了右半边方向，打得比较浅一些，右外野手一直跑过来哎呀，这个球让他落地了。哇，那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哇，这个一开始我们以为是他已经掌握住了这个跑动的一个过程非常的轻松没想到那个球还离他大概三大步。这是有点害怕球吗？而且他的一个使用的手套是一垒手使用的手套，所以连跑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在速度上。那这样子打击要轮到第二棒的王正杰
现在还没有人出局，野的跑者再度 起跑、再度是一个打带跑的战术。今天大荣中学的守备呢，很多球呢是这个隐形的失误而造成而形成安打、包括前面左外野手的这个处理，右外野手、对，投手是投得非常辛苦。两个好球，没有坏球。在一垒的跑者提前起跑。球数领先了、当然陈伟杰他也试图投变化球来面对打者、其实他整个这个投球策略其实都是蛮合乎这个也就是面对打者的是这个合乎这个逻辑、这可以来看看有守备的机会哦，捕手来、跑到对方的休息区里面了，追球也是追得很到位啊，不过最后比较可惜，两好一坏。第二任的捕手，严福汉。二局的上半，陈伟杰就用了61球，还没有抓到出局数。这一棒界外。这个变化球掌握的不错哈、是稍微早了一点。打击者要轮到第二棒的王贞杰，今天有两支安打。整个配球的内容还是不错。陈伟杰前面这个变化球呢，被击成左边的界外球之后，来一个比较偏高的速球。那台南海士在今年的黑豹旗第一战是对上了新国高中，当时是以27-0，在6局的时候呢是提前结束比赛。这个球往二垒这边来牵制 ，safe。看看是不是用这个牵制哦，利用这个二垒上的跑者的一个疏忽，看能不能抓到。但是今天台南海士的这个跑者，每一位跑者都做的都非常的这个认真用心。这个球捕手虽然有挡下来，这个球不能传，结果传到了旁边去，让三垒上的跑者就回来得分，投手也没有注意到捕手整个传过来啊，捕手这边也传得偏了一些，所以通常形成这样的一个失误，也就是比赛的一个场次经验都不足啊。这个球也没有传好，那么投手的第一时间来补本垒是相当好哦。没想到三垒的跑者也并没有推进，这个球有机会在中间方向啊，又是形成了一个德州安打哦，慢慢透露出这个大荣中学的一个守备的这个问题了啊，包括外野手对飞球的位置的判断，这也都是已经暴露出来他们的问题了。今天好几个应该是必死球啊，都没有掌握好。
打击要轮到第三棒的冉成林。敲出去滚地球，二垒手的正面再一次，这一球稳稳的传到一垒了，抓到了二局上半的第一个出局数、嗯。所以有一些必死的球，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这个技术啊，你才能够抓出局数。这个球呢是完全是正面的球啊，必须要抓到。现在三垒上面有跑者，打交轮到第四棒的林从成，前面的两次打击，一次是获得了四坏球保送，一次是二垒安打。挥棒落空。哦，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台南海狮，一个全挥击的一个状况。对。所以认为这个球呢被眼睛盯上了，但是结果眼睛是往外飘。大鸿中学在这练球的方面哦，确实。毕竟大鸿中学的操场是哦没有办法练球哇，这个球又差点要找人。那三垒上的跑者回来，这个时候投手已经很辛苦了哈、已经他的一个疲倦度已经慢慢显现出来了，对，而且用球数已经超过70球，而且球是压不下来，比较可惜啊，没有打到棒子。多击一个好球，三垒的跑者也不会回来。对，强拉回来，三垒边线界外，马上修正回来往好球带来攻。对，那刚才讲到大鸿中学的练球环境哦，是比较没有那么理想的。他们在这学校内是不能做从事棒球的活动，那他们都要。这找外面的场地，而且一个礼拜可能只有假日的时间，那也只能练个1个小时到2个小时而已哦。这个训练量上面也比较不足。那当然到了外面的场地，也不是像球场这样子正规的场地，而是在这其他学校的这跑道的一个小角落哦来做练球。就是这个社团组哦，普遍性的一个问题哦。不过基本上是他们这个对棒球的热爱哦，这个绝对是不输给这个科班的这个球员。没错。那当然，在赛前也聊到这些球员们哦，在练球的时候，基本上出席率都还蛮高的。虽然在这个练球的环境上面比较没有那么理想。我每位的选手们都很认真的在练习，这个时候更换代打，第一个球就挥击，打击是第五棒的洪义翔。是球队的开心果吗？他上来之后，台南海狮这边就开始鼓噪。哇，这个球投手正面一个弹跳，要赶快接起来再传一垒 ，safe。在处理上面多花了一点时间呢。对啊，原本这个球应该是很简单、很轻易就可以处理了哦。这个是。没有掌握住第一时间，第二个是忙中有错、因为再加上洪一翔他的脚程速度也并不是很快，应该第二时间再抓球的话是有机会抓到。那刚才指定打击换上洪一翔之后，
那第六棒哦，原本是柯志源的打击，现在也更换代打，换上背号十二号的胡英智。全挥击，但是挥棒落空。我们看到每一位代打者上来啊，就是非常积极的来攻击啊。因为生怕就是说没有这个下一轮的攻击机会了。对，接球游击手正面短抛，哦，这个动作也漂亮哦。嗯，一个一个抓啊。嗯，已经形成这个两人出局。现在两出局，一三垒上有跑者的局面，大家轮到第七棒的吕俊毅。今天前两次的打击都是安打。也把跑者再度走了，但是这一个球是内野上空的飞球，到底有谁来接？最后让给了一垒手，我那也形成了三人出局了，已经结束了。还想去追一下跑者哦，不过三人出局了，哦，也结束了台南海狮呢在二局上半的进攻，哦，是攻下了六分，现在16-0，暂时领先。好，在场边呢是访问到了大荣中学的队长，队长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大荣中学棒球队的队长，叫声伟杰。今天来到天母棒球场，队友跟自己的心情你觉得如何？就非常紧张，也很兴奋，可以来到这里，大家都第一次可以来到台北这样比赛。那对于今天这一场的比赛，因为你是从高一然后打到高三嘛，那每一次都能够参加这个黑豹旗的比赛，自己怎么看呢？就全队都是我们。可以打唯一的国家比赛，全国比赛非常的兴奋，也是很少机会这样可以打。那今天怎么看你的对手呢？对手就努力把他打完成完九局这样。努力打完九局是你们的全队的目标，然后那你自己的个人目标呢？完投。嗯，在打击方面，打击哦，就尽量去发挥这样。OK， 那就先预祝你们先加油喽！哦，这场比赛要加油。好，谢谢。这是在赛前的跟队长陈伟杰的一个访问哦。但今天台南海狮对上大荣中学，来看一下这个球哦，在线边是界外。当然，在这个大荣中学这边，当然还是很想要打完九局啊。我现在看情况，现在是16-0大比分的一场比赛。我们看到陈伟杰的一个防护过程哦，心态非常好，是，也蛮期待的，非常棒哦。他所谈的这个内容，并没有说一定要打赢啊，我是能够完成九局啊，也可以深知他来到这个球场的一种心愿。我相信全队的这个心情都是一样的。对。尤其是比较少能够碰到这种大场面的这种比赛，大场地的一个比赛。那刚才第四棒的洪亮佑，是遭到了三振，现在要打击轮到第五棒的严辅汉。严辅汉上来担任捕手之后，
这个投捕搭档的配合就变得稳定了许多。不过现在还是要来看看大荣中学的打击了。这好球再度走进来，回棒但是没有打到球，刘福汉是遭到了三振。今天郭振轩的投球很明显的并不是尽全力的投球，他主要的目的是能够每一个球进到好球带，但是他应该对于今天他的一个状况不是这个很满意，有些球呢并没有走到这个捕手要的位置，包括这个第一颗球一下子就偏到外侧。二局的下半，现在两人出局，第六棒的张俊生在场上打击，不过现在是连投了两个坏球。不过对郭振轩的先发投手来说的话呢，他还是遇到一些小麻烦，他必须要把这个速度减慢才能够投进好球带啊，也代表他今天的状况不是很理想。虽然账面上数字上是不错了哈，完全压制大荣中学的打者。那这个球挥棒落空是遭到了三振哦，郭振轩连三 K 结束了大荣中学在二局下半的进攻，没有人上垒。台南海事对上大荣中学，现在大荣中学这边更换投手，把原本的游击手曾玉轩给换上了投手丘，那原本的投手呢就来守游击的任务，现在是游击手跟投手的对调。那当然在赛前的时候也就有跟这曾伟杰选手聊到，他就知道这个原本的游击手曾玉轩是本场比赛的第二任投手，那虽然在用球数还没到的一个情况下，不过还是在三局的上半让第二任的投手曾玉轩上场来投球了。大家要轮到这个台南海事的第八棒，这场的比赛现在来到三局的上半，台南海事是以16-0暂时的领先，抓第一个球就出棒在左半边，不过这个球是直接去找人了，没有移动太多的距离。不错上来的这个曾一轩呢头一个球就抓到一个出局数，也就是台南海事现在在这个半局呢他的一个这个攻势呢剩下两个出局数了。对，那么这两个出局数呢，他如果是得分，没有能够超过三分的话，这个比赛是有机会继续延续下去。没错，因为我们看到台南海事在开局的时候，他就想要有一种那把对方灌爆的那种心理在三局之内把这个比赛给结束掉。
这一棒结果是刚刚好越过了二垒手的旁边呢，差了几颗球的距离。第九棒的黄鹏伟敲出安打。因为这场的比赛有这个三局二十分，那五局十五分，七局十分的提前结束比赛制度，所以现在台南海事这边，总共如果还有这个六分打回来的话，大龙中学在三局的下半就会是面临到最后的反攻机会。不过现在已经一人出局，哇，这个头捕手没有办法接到，一垒上的跑者已经顺势往三垒来闯了。要只要有机会推进哦，我绝不松懈。嗯。大家要轮回到第一棒，现在台南海事这边哦，这个代打部队就是一直的出来啊。嗯。所有的选手都要来上场打击，编号十五号的欧尚颖。这球出棒打得不错，在右半边，这个球已经要落地形成安打了。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没有问题。嗯，不过这个过程我们要看看三垒的跑者，这个球呢，第一时间呢，他第一个就是回垒，完全落地以后，对，他才开始做一个往本垒跑的这样的动作哈。所以这个是最稳的，虽然他可以提早。哦，认定是一个安打，但是他还是把它做到很彻底，完全落地再起跑。这个好球进来，打击现在轮到第二棒，再度更换代打是背号九号的石景泰。捕手后方的一个界外，二垒上的跑者还是蠢蠢欲动。想拉回来在线边 ，foul ball。不过对于这些代打部队哈、每一次的攻击，每一次的挥击都要好好去把握哦。就算你只有在这个本场有可能是唯一一次的攻击，但是你也是要把这个手感呢，把它给维持住，对，把它发挥出来。哦，结果是投出了一个触身球的保送啊。哦。这个主审如果是在前面的位置，可能不会让他保送。而且这个球保送擦到了，就打者之后，捕手这边也受伤。嗯，对，等于是连击哦。嗯。我们看这个做过程哈、哦，这个石景泰他的球快到，他左手去靠近这个球，让他形成一个触身。那另外在捕手这边，应该是打到这个右脚内侧，快要在膝盖这个部位。场上来更换守备阵容，那这个防护员也是上来。背号十三号的潘俊宏，我来守到二垒的位置。目前在底下哦。跟大家宣示，我现在已经进入到64强的名单，在底下的跑马灯。
三局的上半，一个好球没有坏球，现在一垒上面有跑者，这球又投得比较偏，跑者都在推进一个垒包。第二人的投手曾一轩呢，哇，尽量把这个球压低哈、嗯。有两种情况你可以抓到出局数，就是让打出去，让打者打出去，让野手很好处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打出这个所谓的这个必死的高飞球，因为基本上要用三振哦，这个是几率是比较小。因为今天台南海狮的打者每一位打的都非常的认真用心。对。那当然看到他在上来面对到第一个打席哦，就让对手击成了一个飞球遭到接杀哦。嗯。不过现在看下来后面，这投球的状况还是有点麻烦。要尽力，然后享受比赛的过程。我觉得这样，对社团组的球队来说是就可以有很大的收获。嗯。好球塞了进来。嗯。良好三坏的满球数，接球滚地球，二垒手哦，这个球有接到，选择传到一垒这边，先抓第二个出局数。三垒上的跑者回来，这分再度攻了下来，是8-0。哇，我们看洪一翔这整个处理非常流畅，而且接到球之后呢，他并没有停顿传球，是一个行进间的传球，不错哦哈。而且是第二个出局数了。现在打架轮到第四棒的队长林从成，一好一坏，三垒上面有跑者。第二任的投手曾玉轩，哦，这个球塞进了好球袋哦。球速形成了两好两坏。这个时候的林从成必须要去考虑到哦，现在已经是两个好球了。嗯。那第三个好球，你的好球呢，应该是比平常呢放的再大一点。我们看到他积极要出手啊，最后收起来。嗯。变成了两好三坏的满球数。嗯。这个吴泽铮总教练呢，他也要提醒打者。敲出去在右半边方向，形成界外。哦，整个攻击的一个形态是跟这个好打猛打的一个方式不同。他只要就是扎扎实实碰到球，因为是两好球了，而且你要包含想法上还有选球这样的想法。因为是满球数、嗯、这个球虽然比较偏一点点，不过林从成还是把它给破坏掉。哦，就这球挥棒落空形成三振。哇，那哦，第二任的投手曾玉轩，我是在这一场比赛投出了大荣中学的第一次三振哦，而且是 K 掉了第四棒的林从成，也结束了三局上半海狮台南海狮的进攻，现在是8-0。
台南海是对上大荣中学，是今天10月22号在天母棒球场所举行的第六届黑豹旗的第一场比赛。那在这个台南海狮这边呢、哦，把先发的投手背号18号的郭正轩给换了下去哦，换上背号1号的庄宗俊，168公分，68公斤。哦，那在赛前也跟队长也聊到，庄宗俊选手是在台南海狮阵中的这个主力投手啊，就是他们今年这场比赛的这个 ace 先发投手。那在第二任的时候呢，才把他推出来。现在要来对上大荣中学的7、8、9棒，第七棒的詹伯翰。猛力挥，但是挥棒落空，结果第七棒的詹伯翰是遭到了三振。一上来就先送给对手三振。打下轮到第八棒的苏文宏，175公分，56公斤。到这个时候呢，大荣中学呢还没有任何一位打者上到一垒啊。看看在这个半局呢，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啊。嗯，投手连投两个坏球，看能不能选。好球塞了进来，一好两坏。哇，这个球难度高了哈，嗯，太刁钻的位置了。嗯，碰到球了。打击也跟上了，就第二任投手庄宗俊的球。第八棒的苏文宏拉过来，三垒这边，哎呦，冲出去了，哦，要上到一垒垒包啦。嗯，记录上看能不能记一支安打，对，因为打得非常强劲。我这个球一个弹跳就到三垒手的正面了，但是这三垒手没有办法挡下来了。你用身体挡的机会都没有。嗯，哦，结果是第一支安打哦，大荣中学在本场比赛第一支安打出现，由第八棒的苏文宏所敲出来的强劲安打。嗯，打击现在轮到第九棒孙伟阳。嗯，如果可以的话，一垒上的跑者呢，利用目前一垒手命并没有 hold 住他哈、嗯，看能不能上到得点圈。对，其实是可以来试看看往前推进这一条路。对，结果挥了三颗球，挥棒落空。打击的第九棒孙伟阳是遭到了三振。打下轮回到第二轮的第一棒曾宇轩，猛力挥，但是没有挥到球，两个好球没有坏球了。哇，结果这个球主审捡了，第一棒的曾日轩是站着不动，遭到了三振了。不过大荣中学也在三局的下半哦，第八棒的苏文宏敲出了一支安打，上到了一垒。那现在呢是0-18，
比赛目前是来到了四局的上半哦，台南海狮对上大荣中学，而台南海狮现在是18-0哦，大幅度的暂时领先。那打席要轮到第五棒的洪义翔。刚才大荣中学的第八棒苏文宏哦，是敲出了大荣中学在本场比赛第一支安打，那这个球又找上他了哦，直接平飞球接近手套啊，苏文宏。哦，非常的不错哈，如同在前一个半局第三局的时候，这个台南海狮呢，第一位打者就被抓到了。咱们看大荣的表现是越来越进入状况啊，从第三局开始，安打也出现了啊，第二个出局数，直接跳起来接近手套，这游击手潘俊宏上来哦，也接了两颗球了。这球也是直接进手套。再抓一个出局数啊！这比赛又可以延续到第五局。两人出局，打交轮到第七棒的吕君毅。现在球数是一个好球，没有坏球哦。越来越稳定哦，郑玉轩第二任投手，主棒打在了右半边，这个右外野手 在判断上这个球还是 欧吧。啊，现在这个跑者要一溜烟的来到三垒这边喽，我一个长传过来，结果传偏，那球落到后面去，那这个打者就要一溜烟攻回本垒了，三垒安打加一个撑传。吕君毅就自己跑回来得分，哇，非常可惜哈、哦！原本这种球应该是有机会形成三人出局，结束在这个半局，对，结果没想到是一直这个应该是看不见的失误而形成的场内全垒打了、那当然在转传的过程当中呢，传三垒也是传偏了，利用这个传偏呢直接回本垒。19-0，现在打击要轮到第八棒罗胜博。球数形成了一好一坏。那大荣中学哦，能把比赛啊这。挺进到第四局，也是在黑豹旗哦，他们把自己的成绩再往前推进了。是，而且目前是有机会哦，再延续到第五局哦，就看看接下来是不是在没有失分的情况下，就抓了三个出局数哦。对。现在已经两人出局。虽然在前年跟去年哦，都是在三局的时候提前来结束比赛。那这一个球在左半边，啊，要落地形成安打了。没有关系哈。现在重要的是面对下一位打者。一垒跑者走了，这个球捕手没有挡下来。球落到了后面去，那现在我是停在二垒这边。哦，不过罗胜博这一个在盗垒的过程当中呢，明知道就是说上到二垒是没有问题，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回头看，对，这个捕手这个位置哈，否则如果有看到他可以直接上三垒。右半边方向，这个球又要落地形成安打了。那二垒上的跑者轻松回来得分，我想往三垒这边来闯，传到三垒这里来不及了。从击到球之后呢，一点都没有这个减速。那现在也达到这个三局20分，提前结束比赛的这个分差了。现在是四局的上半，
打假要轮回到第一棒的欧尚颖，前次的打击是一支二垒安打。第二任的投手曾毅轩呢，他不受这个场内啊或分数的影响啊，他按照他的节奏呢，慢慢的来面对打者。不过还是没有办法投进好球带啊，连续投了三个坏球了。想要刻意的来控球哦，但是球又投的比较低。嗯。无论如何，现在还是要努力的来抓第三个出局数。嗯。第二棒的石景泰，连抓了两个出局数之后，这第三个出局数还在观望当中，启动了，假装往二垒这边传，我看了一下三垒，一好球一坏球，现在又面临到二三垒上面有跑者的局面了。第二棒的是静泰，本垒后方的界外。哦，已经两个好球了。嗯，这是投手的一个机会哦，曾玉轩。嗯，在前面也有 K 掉第四棒的林崇成。这棒强拉过来，结果在左半边方向落地，形成安打。这个没办法啊，这个球又那么软弱，这个位置的球最能够形成安打了啊。这顺势一个一打，球还是抓得很扎实。对，刚好就在眼前。嗯。打交轮到第三棒的冉成林，不过这个时候应该是有更换代打了。哇，这个球又漏到了后面去，三垒上的跑者回来，一垒上的跑者也因为提前先起跑来到二垒，那现在往三垒闯。哦，这个球哦，应该有机会接住的。嗯。啊，再一次的出现两好球啊！嗯，现在是第三棒代打的于正浩，投的比较慢一些，但是这个球主审并没有给，两好两坏。主审找不到角度判好球，嗯，这个是太高了。结果这一球挥棒落空，哦，结果让曾玉轩，这个投到了他今天哦对上台南海士的第二 K， 也结束了台南海士在四局上半的进攻，攻下了四分，现在22-0。
2018年第六届黑豹旗在今天10月22号天母棒球场由台南海事对上大荣中学。台南海事这边啊，再度更换投手，把15号的欧尚颖来推上投手丘。不过刚才大荣中学的第二任的投手曾玉轩，是投出了他在本场比赛面对到台南海事的第二 K 哦。刚才的那一次的三针 K 得非常的漂亮，没有错，而且 K 的是342棒。对，今天的342棒，这个林从成跟刚才换上代打的余伯翰，余伯浩，都是遭到了三振。那在这台南海事这边在场上的守备阵容方面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更动。那现在四局下半的进攻，这个球敲出去安打了，抓得扎扎实实。打出去之后也积极的这个往一垒跑哈、原本这个右外野手试图想要直接传一垒，利用这个安打球啊。对，哇，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精彩。第二棒的蒋孟轩敲出了大荣中学在本场比赛第二支安打，而且这支安打打得也非常的漂亮。对。那现在因为台南海事是22分的领先，所以四局的下半如果大荣中学没有攻下这3分的话，这场的比赛会提前来结束。不过大荣中学在一上来就有一个好的开始。现在打交轮到3棒的陈伟杰队长，一垒跑者走了，这球点下去也点得漂亮哦。投手下球来传一垒。还是抓到，不过跑者也很积极，一垒上的跑者提前先起跑状态之后，还往3垒这边来闯。哇，这个在这一个半局，整个大荣中学的一个攻势哇，这几乎就是科班以上的这个水准了哈、包括这个战术的启用确实大荣中学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想办法得分。一垒手认为是不可能再推进了，对，所以很放心的接住这个球的时候躲开，没想到这个跑者呢，从一垒直接推进到3垒，中间转这跑2垒完全没有犹豫，对，都没有停。那现在就要来看第4棒的洪亮佑，洪亮佑有没有机会啊？回棒落空，哇，不得不让这个欧尚投变化球把这个情况逼出来投另外的球种。结果第4棒的洪亮佑是遭到了3振。现在打击要轮到第5棒。第5棒是这第二任的捕手严辅汉。哇！尝试做挥击，但是挥棒落空。这个应该如果选掉的话，这个投手的压力就大了。不错哈，有勇气呢去碰触这个球，而且是非常轻松。四局的下半两出局良好一坏，3垒得分大门口有分数可以拿，这球还是碰到了本垒后方的界外，不错。继续来跟投手周旋。这个心态是非常棒哦，就是我没那么简单就被你抓到。看看
黑豹旗队史的第一分哦，大龙中学能不能打回来？这个球挥棒落空吗？不错，继续加油。哦，没有哦，哇，是有擦到球皮的。这球是界外，还是两好球一坏球？点高，我选掉，选的也不错哦。嗯。哦，这个打者还是很冷静哦。对。两好两坏，再度破坏掉，继续来缠斗。绝不轻易哦，让这个投捕搭档来抓到哦。所以你们必须还要伤一些脑筋哦，来抓我。可惜哦，如果这个有选掉啊，当然这个投捕压力就更大了，对，形成这个三坏球、两好球。我们现在这个不放弃的精神继续在场上延续下去。第五棒的严辅汉。坏球、哦，大家在等这个主审，主审有没有下一个动作？有看到主审喊声的那个抖动，但是手没有举起来。哦，四坏球的保送，第五棒的严辅汉，我也站上了一垒垒包啦。哇，这个过程严辅汉表现得非常棒哦。嗯。所以现在这棒次继续延续下去了。第六棒的张俊生，第一个球好球进来，我连续两个好球哦，并不给张俊生有挥棒的机会。一垒的跑者也起跑来到二垒，很积极，漂亮哦。这个打者呢选掉，然后一垒上的跑者呢推进。嗯，也首次看到这个大荣中学呢两位跑者在得点圈，对，这个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鼓励哦，跟进步。现在这球也投得比较用力一些哦，不过投偏了，两好两坏。欧尚颖啊，没想到比赛最终啊，他还是投到有压力哦。嗯，我、哦、偏高哦，两好三坏满球数，这个压力出来了。哦。第六棒的张俊生，回棒落空，哇！最后这个分数还是没有办法回来哦。大荣中学在黑豹旗的第一分还是没有办法拿下。不过这场的比赛也是这个最后呢挺进到二三垒上面有跑者的局面，也结束这一场的比赛哦。台南海士靠着第三任的投手欧尚颖哦，最后呢是利用了再见三振来提前结束这一场的比赛。这场的比赛台南海士呢是拿下了22分，在第四局之前来提前结束。想感动。Thank you.
再给你们。在这个南区的比赛当中哦，今天在天母棒球场进行的是台南海狮对上大荣中学，最后的比数呢是22-0。那这个底下的跑马呢是目前晋级到全十前64强的这个名单。那今天呢，台南海狮呢打赢大荣中学之后呢，他们也顺利的闯进到了64强战。那教练怎么看今天哦，台南海狮对上大荣中学的今天这一场的比赛？很明显，当然台南海狮在这一场他是势在必得哈、嗯。不过我们看到大荣过去两届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完全是被提早结束啊、尤其在三局。不过今天最可喜的一个现象就是，原本在前两局呢，台南海狮认为我今天把这个球赛呢在三局以前把它结束掉。对。不过很争气哦，大荣中学，尤其是在这个第三四两局哦，包括他的防守，包括攻击表现都是非常棒，而且是这个投手的表现，最后呢，这个郑义祥也投得不错。其实对于大荣中学来讲，这个就是在享受比赛的过程，而且他是有一点点在利用比赛的过程当中，在进步当中。对，这个是非常可喜，也让他们在这个黑豹旗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收到很大的一个收获。在今天大荣中学是闯进到了第四局哦，在第一场的比赛，那也是他们在黑豹旗当中的这个比较好的成绩了。那我们也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回到现场咯。不要害怕，只管往前跨。今天开始
景之间风情。台南海狮对上这个大荣高中，在今天这场的比赛打完，台南海狮是顺利的闯进到了64强赛。那当然，在64强赛的时候呢，会全部的重新抽签来决定对手，那也会在这个10月27号来打这个64强赛的第一场的比赛。那我们也先稍微休息一下，高中再回来喽。今天开始踏上青春的步伐。今天下一场的比赛在下午的4点会由磐西高中来对上中大立中，那我们稍后再回来咯。璀璨阳光洒在我肩膀，坚持就是
今天这场比赛是台南海事，最后呢是以22分呢，在第四局呢是提前结束了比赛，对手是大荣中学。那下一场的比赛呢，还有比赛要来进行。那今天这场比赛呢，转播的部分是完全告个段落了，非常感谢教练的掌评，谢谢，我是林东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继续为大家服务喽，拜拜。今天开始踏上青春的步伐，青涩外柔，纵然年少，却像黑豹，等待时机来到，直到那一天，那一刻，起跑，风景之间。下的汗水变只剩笑容，动静之间风起云涌，因为有你的掌声为我带来成功，分享感动。往前逛，今天开始踏上青春的步伐，因为有你的掌声。